谢谢旺根，来摸摸大师兄的肌肉，硬不硬？旺根，来，试试这个，这个好玩，别去旺根，加油啊！加油！来来来来，师傅，旺根，师傅早，老爷早。 整天就知道欺负小伙计，不好好练功，将来考什么吃饭？知道了，师傅。老爷，您什么时候才能教我武功啊？等你这里长进了，学会了写字，师傅就教你。就爷早，旺根，我们放风筝去啊！哦，放风筝去喽！哎呀，老板，给我们便宜一点吧，哎，你买什么呀？看看吧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一吊钱，一吊钱。哎，我买了。哎，好好。给。哎，哎，都给人家买发簪了。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快走吧，师傅等着我们呢。走了。哎，慢走。 旺根，旺根，等等我！杨哥，这谁家小妹妹？长得这么水灵，哥哥们陪你一起玩好不好？请你们自重，滚开！哟，这小嘴儿，快挺厉害的。让哥哥亲一亲，你就不厉害了。干什么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你看，哎哎，这一剑别碰，用我呢。我停！快快快，旺根，旺根，你没事吧？ 你这打呀！使劲打呀！还来个厉害的主儿，哥们儿，今天这小娘们就让给你了，有种的抱着家门。青州交手。 张幼林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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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骨的，想要瞪上了。谢谢了，谢谢大伙儿。接下来由我大师兄为大家耍耍中分。瞧见没有，这是假的，没真的。要想看真的，哎，上鲍师傅那儿去看啊。走。怀中抱月，高天一炷香。乌龙小水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！呀呀，呵，厉害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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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假摔，假摔，糊弄人的玩意儿。这位兄弟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，难怪了。咱鲍家班在京城交界，那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摆了这么多年交场，今儿还是头一回听人说咱是假摔，真稀罕。什么金字招牌啊？全是些糊弄人混饭吃的花拳绣腿，对不对呀，哥几个？花拳绣腿，花拳绣腿。这位兄弟口气不小啊，敢问是哪方高人啊？郭良杰门下弟子刘大宝，今儿个叫在场的老少爷们儿见识见识真正的摔跤。上这儿来比划摔跤，知道这是谁的场子不知道啊？这是前清单不行教头鲍二爷的跤场，谁敢踢啊？是不是？还敢来这儿？是啊。大宝兄弟，想不到啊，咱这些糊弄人混饭吃的花拳绣腿还挺管用的。我来了，我走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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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让承让啊！何劳师傅出手，承让承让，有弟子在，承让。有没有事儿，大师兄？你又是谁？张幼林。我想告诉你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行了，哎呀，滚回去吧，捣乱，别来搅场子了，滚回去吧。鲍师傅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郭良杰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师傅，我是想，咱们初来乍到的，鲍二又名声在外，咱们应该给那个鲍二点颜色看，以后才可以在这个地方立足啊。谁知道，那个鲍二指使他徒弟使阴招，师傅，他还出言不逊，羞辱您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只有他鲍家教术才是独门正宗，说咱都是些糊弄人混饭吃的花拳绣腿，还说
告诉你们师傅，要学摔跤，先学做人。教徒弟使阴招，就是他鲍二的为人之道。哼，鲍二，这一局我一定要扳回来。谢谢师傅。真厉害，张幼林，今天你这招太厉害了。嗨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对对对，厉害啊，厉害厉害。走走走走。张幼林，你是哪里人？怎么只身一人跑到北平来了？鲍师傅，我是青州人，这次到北平就是专程来拜您为师的。好啊，这感情好啊。哦，青州，你可知道青州有个教师叫王其昌？当然知道了，我从小痴迷武术，从七岁起就学习太极，十几岁开始跟随王师傅学摔跤，这次啊，就是王师傅让我到北平来拜您为师的。呵，行啊，张幼林。你学过的东西还真不少啊。哪里哪里，都是粗略通点皮毛，毫无剑术可言。张幼林，你可知道武林有规矩啊，不准带艺投师，这个你师父应该清楚啊。再说你现在的身手已经很好了，我实在没什么可再教你的。不是，可是我师父说以后有空常来坐啊。鲍师傅，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王师傅让我转交给您的信。告辞。师傅，您就收张幼林为徒了。在这里啊？哦，你是青州交手，你一定是找我舅爷的吧？我叫李心怡，鲍师傅是我舅爷。来来，快进来，舅爷知道你救了我，一定会好好谢你的。不用了。哎，喂，舅爷，那个张幼林怎么走了呀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今天放风筝遇上了几个流氓。幸亏他给我解了围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人家呢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每个习武之人最基本的武德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心怡啊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天在外面乱跑，不碰上坏人才怪呢。哎呀，舅爷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难不成您还想让我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当大小姐呀？什么年代啊？什么年代，女人也成不了男人。同学们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，但是蒋介石却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，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反而从1932年6月起，国民政府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。在9月，蒋介石更是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，调集百万军队、200架飞机，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，并实行物资封锁，严禁食盐、煤油、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。钱老师，有人来了。嘘，啊，坐。同学们，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啊。老师，这不是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吗？哎哎，这位客官，您出去啊？哦，
您看能不能先把这几日的房钱饭钱结一下，三吊铜板。先给你这么多，余下的回头再补给你。哦。看着这年轻人，瞧瞧热闹去，看个热闹。一黑凡有人三招之内不被摔倒的，赏一吊铜板。我来，请，请。还有哪位敢上场比试了吗？我来。这又一个节了。上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着？我来不行啊？请，请。给钱！哎，要钱了！掏钱吧！给钱吧！掏钱吧！哎，钱！哎，掏钱！一个一个来太费事了，来两个，一起上！哎，给我上！给钱，拿钱吧！哎呀，这回得这样就给了吧，两个都摔倒了，厉害！你看，哎，我跟你比，三招之内，你若能把我给撂倒，我给你一块大洋；如果不能，三吊铜板给我留下。嗯，一块大洋太多，三吊铜板正好。哎，这位兄弟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比了。今天这三吊铜板我是拿定了。师兄，师傅来了，师傅来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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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好你个臭小子，敢来踢我郭良杰的场子？今儿你要是能从这儿走出去，我郭良杰以后就不在北平城混了。舅爷，我舅爷呢？嘘，师傅在休息。舅爷，舅爷，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张幼林出事了。他自己闯的祸，让他自己收拾去。顾良杰他们输了擂台就以多欺少，简直是欺行霸市。张幼林人定生疏，寡不敌众。舅爷，我们怎能袖手旁观，见死不救呢？更何况人家还帮过咱呢。舅爷，您的正义感都跑哪儿去了？张有林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上次的事情还没跟他算账，今天他居然还敢来踢场子，
定是他师傅鲍二在后面给他撑腰。上次的事儿是咱们打了人家的场子，吃了亏，我正愁没处找茬呢。这次他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我看他鲍二怎么收场。师傅，外面来了一个自称鲍二的老头，求见师傅。来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人。就说在休息。是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哎，这样，你过来。我师父说了，他在休息。告诉你师父，鲍二就在此地等候。是。哎呀，不知道鲍师傅大驾光临，失敬失敬。郭师傅，搅扰搅扰。请请请。鲍师傅就在此地说话吧。好。鲍师傅今日到访有何指教啊？郭师傅，我来问你要一个人。问我要人？不错。谁啊？张幼林。张幼林是鲍师傅什么人？他是我鲍二的徒弟。你鲍师傅的徒弟为什么要来踢我郭良杰的场子？小徒愚鲁，想来是前几日听了郭师傅高徒刘大宝的一席话，所以才特意过去一探究竟吧。我徒弟说了一些什么话？说鲍家班的蛟都是些花拳绣腿、混饭吃的营生，只有你郭师傅的蛟才是独门正宗，所以我徒弟张幼林今天才想去看个明白，看看你们的真功夫。误会，真是一场误会。那好，既然是误会，那就请郭师傅放人吧。哎，不急不急。听说鲍师傅是酒神，平日里酒量通海，今儿略备薄酒，望鲍师傅赏光啊。鲍师傅，酒量果然名不虚传啊，让今天在场的兄弟们开眼了。都说鲍师傅酒后摔跤，那更是出神入化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今天我郭良杰想斗胆讨教，要比跤，可以。让这些人退下，你我关起门来比。不必了，机会难得，弟子们正好在这儿长长见识。请。不胜酒力，还望郭师傅高抬贵手，快点放人吧。哎，师傅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师傅，没事儿。师傅，舅爷，舅爷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，舅爷？舅爷。
按祖师爷定下的规矩，这里不能再留你了。 师父，我错了，您再原谅我一回吧，师父。作为大师兄，你欺瞒师父，惑众滋事，国家班的声誉差点就毁在你的手中。 还是走吧。呀，这么多好吃的！ 给小馋猫。 行了，别装睡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心特慌、气特喘，四肢特别无力？对啊，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要在屋子里憋个三天五天也一样啊。<笑>不一样。<笑>我有伤。舅爷说了。 凭你身体的底子，这点伤歇个三天就没事了。啊，鲍师傅真这样说的？嗯，对啊。嗨，怎么说你没事儿，你倒不高兴了？伤好了，我还有什么借口可以留在这里啊？什么借口不借口的？舅爷说了，按照武林规矩，只要来访的是武林中的朋友，不仅要管吃管住，临走还要送路费呢。 真的，鲍师傅真这样说？那还有假？嘿，嘿，哟，我猜你现在心也不慌了，气也不喘了，四肢特别有力，是不是？啊？女孩子太聪明了不好。啊，哟，哟。
哎，张有林，你伤好了？好了。哎呦，听说那天郭良杰那儿的两个彪形大汉一起上，三招之内都没把。多谢师傅前日搭救之恩。别叫我师傅，我还没答应收你这个徒弟呢。要是师傅实在不肯收我为徒，我就留在此地给师傅当长工，不要工钱，只要管吃管住，能留在师傅身边就行。谢谢。哎，这个幼林哥可神了，两个大汉推都推不倒他，他就这样轻轻一使劲，两个人就都飞出去了。上次我和新一姐放风筝，幼林哥几下就把那帮坏人打败了。把篮子还给他。广根，干什么？来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王根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哟，哎，王根，张幼林，欣怡姐，呀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又跟那帮孩子打架了？他们太坏了，天天欺负那个乞丐。可是他们比你大，人又多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所以我要跟幼林哥学武功啊！以后谁要敢欺负人，我就好好教训他。哎，王根，见义勇为是好事，但是你要记住，练武不是为了打架，我们要以理服人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张幼林，擦擦汗吧。啊，不用了，这么干净的手帕，擦了就脏了。没关系，脏了可以洗啊。小媳妇做完花帕吧，欣怡姐要做小媳妇喽。哎，王根，你胡说。强子，这个你拿回去，我不要。为什么啊，欣姨？这发簪戴你头上一定好看的，你拿着吧。我真的不要。是不是因为那个张幼林？受伤了，没事。哎，我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就把那小子打得直求饶。哟，长本事了啊！幼林哥教我的。张幼林，这是哪门子功夫这么厉害？哦，这是形意拳中的路数。形意拳
讲究的是缩如张弓蓄巨力，出拳如放矢，小而紧凑如封闭，奥妙人难击。形意拳既然那么厉害，你干嘛跑来学摔跤啊？中华武学博大精深，岂是一门一派的功夫能够涵盖的？既然你拜在王师傅门下学跤，你不在青州待着，怎么又跑到北平转投鲍师傅来了？门派之分是武林历来的积习，少林也好，武当也罢，谁都有其所长，有其所短。其实啊，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，都有其必然的局限性。所以，只有破除门派之分，才能真正的博采众家之长。张永林，你别以为自己学了几年拳脚，就可以在这里半瓶子醋晃荡。有什么真本事，今天咱们拉出来好好溜溜。哎，大师兄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别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啊！你起开，这没你事儿。哎，强子，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，或者做的不周的地方，你尽管讲出来。哼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少废话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众兄弟作证，谁输了，立马卷铺盖走人。练武之人应专心习武，切忌卷入是非，要把全部精力用在习武之上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别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。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张永林，你知道吗？北平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敦促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呢。我对政治不感兴趣。你怎么了，张永林？我只想安心习武，不想卷入任何是非之中。心仪，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。以后请你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。我照顾你，是因为你救过我。谁要对你好？谁要对你好了。
你没受伤吧？心怡，你真的不应该参加这种游行的。为什么？你是个学生，在学校好好上课才是你的本分。更何况，你又是一个女孩子。国难当头，全体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侵略者，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。你以为，就凭你们几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，喊几句口号就能救中国吗？那你说，怎样才能救中国？ 你整天只知道醉心于武术，却看不见国家的命运、百姓的疾苦。你追求武艺精进，难道只是为了强身健体，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？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又怎能置身事外？我们是学生，我们手无寸铁，但是我们至少在行动。我们就是要用热血和生命唤醒更多像你这样。 身强力壮，却宁愿连二不闻窗外事的中国人。心怡，心怡啊，嗯，你一个大姑娘家，以后不要老在外面乱跑。你爸妈生前把你托付给我，我这个当舅爷的就得管你。舅爷。 心怡姐走了，心怡姐去打坏人了。心怡姐说中国人都要打坏人，旺根也要打坏人。
天皇派你们到中国是为了什么？像你们这样的功夫可以打败中国吗？可以为天皇效忠吗？啊，混蛋！以后由我小川圣雄来训练你们。是。你能够参加到这场圣战中来，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荣誉，也是你们小川家族的荣誉。是。作为天皇陛下钦定的武士，现在是你效忠国家的时候了。是。真是，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！哎呀，真是多可怜啊！唱一遍，再唱一遍。嗯，给钱你唱不唱？敢公然和皇军作对的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太君，那个保民叫张幼林，他的师父就是北平城最好的教师宝二。够了，把他带回牢房。是。
司令。听说这个人的师父是北平城里的最好的教师，我已经给你们安排了一场公开的比武，你一定要把他打败。是。为我们皇军挽回面子，同时也杀一杀中国人的士气。是。下这样的毒手，旺根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死了。走，找日本人偿命去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对，都别动。报师傅，别冲动，大家都别动，先听他说。报师傅，旺根的死，我也很难过。可是，张幼林今天打伤了十几个日本兵。佐藤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佐藤提出明天举行公开比武，指明要你鲍师傅参加。佐藤他让我提醒你，张幼林的性命就在你鲍师傅手上。大家不要动，冷静。师傅，师傅，难道他们打死旺根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们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！退下！什么时候才能教我武功啊？可旺根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死了。佐藤让我提醒你，张幼林的性命就在你鲍师傅手上。师傅，您真的要输给日本人吗？那我们中国人多丢脸，我们鲍家班以后还怎么在北平立足？今天如果赢了这场比武，不仅张幼林的性命难保，日本人也早晚会拿咱们交广开刀。日本人欺人太甚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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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！你们拿什么拼啊？国恨家仇，自有清算的时候。今天的比武，你们谁都不许妄动！师父！师父！师父无能，连旺根这么个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师父只能带你们这一程了。强子，你是大师兄，带着师弟们趁早自谋营生去吧。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，这哪儿来的？
真是。走，师傅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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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川，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出色。这个宝二是故意输给我的。这场比赛我并没有真正的战胜他。你挽回了皇军的面子，又杀了中国人的士气，这就够了。可是佐藤司令，你不觉得这场比武我赢得非常不光彩吗？住口！小川，你给我记住，这是战争，绝对不是单纯的比武。你代表的是我们大和民族，而绝不是你小川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小庄的红蜻蜓，请你告诉我，童年时代遇到你，那是哪一天？纯子，圣雄，真的是你吗？圣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父亲战死在中国后，母亲不久也病逝了。他们把我送到京都的一妓院，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。圣雄，不要忘了我，圣雄。后来他们招募义妓来中国慰劳官兵，我就来到了这边，埋葬了我父亲和我童年的土地。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比我们更悲惨的百姓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这场战争，都是因为这场战争。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？为什么？这真的是圣战吗？我们来到中国为的是什么？战争难道不应该是军人和军人之间的较量吗？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百姓？可是我是一个军人，我是一个武士，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。圣雄，圣雄，圣雄，你别这样。形式的民间武术组织，若有违抗者，严惩不贷。皇军有令，
为维护社会治安，严禁一切形式的民间武术组织，如有违抗者，严惩不贷。是我连累了师父，连累了教官。我不是你师父，应该回到王启昌身边去。王师父已经过世了。王师父临终前让我把那封信交给您，说您看完之后一定会收我为徒。幽灵，我和你师父本是同门师兄弟，从小一起练武，情同手足。可是因为年少气盛，我们为了一场比武，竟然20年不相往来。没想到这一别，竟成了生死相隔。原本情同手足，一朝反目成仇。但问所谓是何？今朝万缘已空。师父，师父，新一姐去打坏人了。新一姐说，中国人都要打坏人，旺根也要打坏人。你整天只知道醉心于武术，却看不见国家的命运，百姓的疾苦。你追求武艺精进，难道只是为了强身健体，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？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又怎能置身事外？这就对了。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来，包子，行，这你甭管了，这都弄完。简直是废物！使劲啊！哎，坐，往里边。哎，好，哎，往里啊！都给我快点！来，接着齐了。你小心。行。哎呀，好车！你给我快点！听见没有？起来！没吃饭呀你啊！你没吃饭呀你！别干了，快抬吧，快扛起来！一二三，这是师傅，来帮一把，来，哎，快点啊！哎，来，搭把手，齐了。老板，咱这工钱也该给了。哎，接吧。工钱？对。好，我想什么时候给？就什么时候给你来，那您现在就管完了，都弄完了。现在，来来，我给你，给你，这边这边，来，接着齐了，那个小心，行，哎呀，好车呢，哎呀，哟呵，张幼林，又是你。你还敢在日本人的地盘上捣乱？这里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，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同胞。哎，刘大宝，你还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吗？嘿嘿，俗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张幼林，我警告你，少管闲事。刘大宝，可以出卖自己的尊严，出卖自己的良心。但你绝不能出卖自己的同胞，今天你必须把工钱给人结了。好，钱在这儿呢，有本事你过来拿啊！别动，发工钱了！哎，工钱了，好厉害！工钱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这下更好了，谢谢大哥。来，干了。这个刘大宝竟然做了汉奸。嗯，虽说我早就把他逐出师门，但他毕竟是我们郭家班的耻辱。郭师傅，刘大宝帮着日本人欺负咱们自己的同胞，他的这种汉奸行为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耻辱。日本人禁止我们所有的民间武术组织，就是为了弱化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体魄，以便他们更好地奴役我们。日本人在我们中国的兽刑天理难容，我们绝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可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？是啊，也许我们每个人单凭一己之力确实难以抗衡日本人的军队，但是我们有40000000同胞啊，我们全体中国人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用自己的拳头把侵略者赶出去。郭师傅，我今天请您来，就是希望两位师傅能够捐起前嫌，同仇敌忾，组织劳工们秘密习练武功，自救救国。好，好。徐先生、徐太太，你们回来了。啊、哎，回来了。自从上个联络点暴露，我们又牺牲了几个同志，佐藤的安全防卫更加严密了，很难近身呢。哎，我们行动的时间不多了。
什么人？心仪。师父，你看谁来了？心仪。舅爷。哎呀，真是我们的心仪回来了。舅爷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您老多了。谁说的？你舅爷身体棒着呢，就是担心你。当初你留封信，说是干革命去了，这一走啊就没了音讯。舅爷啊，还想今后能不能再见到你呢？舅爷，自从选择了参加革命，心仪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。只是时时想起，未能孝敬侍奉舅爷，觉得心里歉疚啊。心仪啊，舅爷虽然年纪大了，可是脑子不糊涂啊。心仪啊，你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却能有大丈夫作为，舅爷真的为你骄傲啊。舅爷，好。幼林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些年，日本人在南京、开封、徐州、重庆等地烧杀淫掠，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。而蒋介石政府对日又采取消极战略防御，致使日本人得以抽出主力，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残酷扫荡。佐藤作为华北区总司令，直接领导这些罪行的实施。我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，就是秘密组织暗杀佐藤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心仪，让我们也加入这次行动，让我们也出一份力。今天请大家来，是要商定暗杀佐藤的行动方案。自从上一个联络站暴露以后，佐藤的安全防卫更加严密，很难近身，老的行动方案已经无法实行。我们对佐藤的行动路线及其规律做了详细的跟踪记录，临时调整了一套新的方案。佐藤每天早上8:20从寓所出门，他的专车前后各有一辆护卫吉普，大概在8:30左右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右转。我们要设置一个路障，等佐藤的专车一转弯的时候，我们用路障扎坏后面吉普车的轮胎。同时，老枪，你和刘二宝拉黄包车故意相撞发生口角，阻断专车和前面吉普车的联系，外面有情况，去路。日本人，大家赶紧从密道分散，快！郭师傅，老枪，你们两个保护老徐，李同志、刘二宝，你们保护信义，张有林，咱们俩留下来拖住他们。舅爷，赶快走！信义，快走！有林，走！
师父，我的东西，你已经有了，照顾好，照顾好心仪。强子，太好了，终于甩掉他们了。强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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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啊，强子。强子，你不能死啊！强子，强子。师父当初是为了救我，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，假书的。现在，我要为师父证明，我要公开日本人的阴谋，给日本人施加压力，然后提出比武，迫使他们接受挑战。我不同意。日本人现在正要抓你，你这样无意暴露自己，那太危险了。我不同意。暗杀佐藤的行动，已经无法按原计划执行了。徐老师和郭师傅他们也生死未卜，现在只有这一条路。中国人公开挑战，佐藤一定会出席比武，到时候我们就能寻找机会下手。他们当初用你威胁救爷，这次一定还会不择手段，我担心。心仪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国难当头，民族存亡的时刻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置身事外。佐藤罪行累累，一天不出就会有更多的同胞家破人亡。如果用一个人的热血和生命能换来更多人的觉醒，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有理。岂有此理！是哪家报社印的？马上查封！是。这个张幼林，当初就不该放了他。既然中国人已经公开挑战，这场比武我们一定要应战。其实我要杀他易如反掌。不，我早就想会会这个张幼林，我已经做好准备，这一次我要真正的战胜他。近来我们与共军的几场交战，连连遭挫，士气低迷，在这个时候，这场比武就更加事关重大，你应该明白。是，我当然明白，失败将意味着什么。请佐藤司令放心，
我以我们小川家族的名誉和我小川圣雄的个人性命担保，这次比武绝对不会让天皇陛下蒙羞。中的红蜻蜓，你在哪里呀？
师父，幽灵打败了小川，为您雪了池正了名。但唯独一件事，我也许无法替您做到了。张幼林，心仪，我要走了，来这儿和舅爷告个别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敌后根据地，继续参加革命。那我祝你和徐老师幸福。我们是化敏夫妻，为了掩护工作的需要。这么说，你们不是？师父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心仪的。